开始吗？嗯。啊，睡醒了，起床。咻咻咻咻咻。撑，桥式，摆平，腰摆直。但如果是腰酸不能那么撑，没关系，那就先做这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，翘。这个诀窍是这边屁股下方要垫着枕头垫着。腰这边是摆，全部都贴在床上，不要悬空，要贴平，然后这边顶好，其实很省力，而且练腹肌。重要是这样子，用腰部背上才不会过分使力。好，这就做完，一支。然后顺便往右扳，往左扳。这是大腿的关节，好，另外一只也是一样，往右扳，往左扳，脖子也可以顺便一起转，接着大腿的关节做扭转，好，正面做完了，做完了吗？对，做完了，这时候还可以再来一个这个，不错，好，当作休息，如果撑住能够撑多久就撑多久，这边顶住一点都不费力，好，然后。侧两边，先侧这边。如果腰痛不舒服的侧法，就不可能直接翻，那么就是有技巧的，往右翻，左脚顶起来，然后踏住以后，两只手翻过来，这样，然后把头也，这只在这边摆好，撑住，把身体整个侧过来，对，侧过来以后呢，然后抬脚。这只手在前方撑住，人就是立起来，就不会前后翻动，比较稳定。这样，这样完了以后再来前滚、后滚，这个动作是最重要的。这时候脊椎就会往前转、跟后转、扭转，然后加码。前滚的时候往后转，上身往后转；后滚的时候上身往前转。哎，这样彻底就把整个脊椎扭开。然后甚至手的关节、足的关节也可以在运转，去增加整个脊椎像扭毛巾扭转的动作。这时候会酸的地方就会啊很酸，会把它拉开的动作。好，然后另外一边一样，如果酸不舒服就抓住撑好，把自己慢慢翻过来。然后这边这样撑好，撑住了，侧面挺直，拉开，这是第一个动作。然后再来，也可以抓住或撑住，一样，弯曲这只上面的腿以后开始往前滚后滚，这个脊椎是扭转的，后滚，往前滚，往后滚，好，比较松开以后就加码，让手也跟着动。以手肘为圆心绕转，前转后转随便你，然后加码上身后，下身前，两边增加那个扭转的啊，好酸，增加扭转的程度。OK， 好，两边侧面做完了，回到正面。刚刚有个动作忘了做，一只腿搬开啊，往外转，把那个髋骨。髋关节往内转，再一次往外，用手可以帮忙往内，甚至把它提起来啊！好，换一只，往外，我可以自己往内转，也可以用手帮忙加码啊！它转的幅度就很大，把它扭，扭这个髋关节，其实腰椎也跟着会扭动。好，这个又做完了，然后最后一个动作，翻过来变趴着，好，一样，把手先侧过来撑住，你就很好翻，你好乖，好，整个翻过来，有时候可以这样子趴一下，哦，让脖子整个盘平，侧趴一边。脸朝一边，脸朝另一边，
把颈椎跟上背部的脊椎撑开，然后手呢摆在上面，像这样。好，就这样撑得够了，也有力气了，然后再来就是要拱起来了，做猫式的瑜伽。如果这时候挺起来的时候腰会酸的时候，那就不要直接起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做，把手肘撑起来，然后直接把它撑起来变这样，趴着桥式。但如果腰力量不够会痛，这时候背是打直。但如果不够的话，力气不够会酸痛，没关系，那就回到上一动，一样撑一边的腿先起来，然后再把另一边起来也可以，这样也 OK。这样或者扶着它，腰比较不会酸。好，再来退成猫式的瑜伽，也就是手先这样子放好，然后整个就变成一个门嘛，这样手跟小大腿是垂直平行的，垂直立面，然后拱腰抬头，头尽量抬高，然后拱背，头尽量抬低，缩低，就这样，然后四肢还是打直，大腿跟手臂还是打直，就像这样，要不要配合呼吸都可以。好，这样子几个动作 OK 了以后，加码抬腿，然后因为这只右腿是这样走，所以头就往左边上面看，像这样，OK，这样也会增加脊椎的扭转跟向后的弯曲。然后如果还可以，可以加码，如果平衡感够的话，右脚对左腿，左手对右腿，哈哈。好，再来，然后左腿抬，然后右手头往右边，右上方看那边，类似这样，OK，然后抬起来，抬起来，再一次抬起来。哦，这时候只有两只着地，所以平衡感要够。好，回到猫式，还有最后一个动作。停在这边拱起来以后，然后下趴，趴到底，胸前、脖子尽量贴在床上贴平，然后屁股坐在自己小腿上，这样拉着，然后手往前面伸到最前方，也把脊椎，等于把脊椎展开，然后腿尽量放松休息一下。这时候会觉得大腿跟腰椎很酸。好，OK，以后顺势往后面这样子，注意看背的曲线，一路都是这边是折的，从这边开始打直，从下往上逐渐把脊椎扳直，然后把手伸这两边平，变成这样十字投降，然后把它外展。到后方，按两边后面风池穴，两边太阳穴，然后头眼睛平视，然后两边肩膀摆平，手肘等于在两边同高的地方，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十字形这样的十字，把前胸展开，就是这样，这是收尾最后的动作，然后也可以顺便加码螺旋舞，这样子转。或这样子转，你可以这样转，或这样转，都可以转成这样，腰又在扭转，转成这样，腰又在扭转，好，大概 OK 结束。